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拥有的一百种运动体验》特别节目。值此中国女排出征东京奥运会之际，身处北京的我也发起了一场2v2女排友谊赛。本次比赛的作战双方颇有渊源，她们同样是170家的闺蜜搭档，同样是粉丝喜爱的了不起的运动博主，但她们一方毕业于人大附中，一方毕业于北京四中，都坚持认为自己的母校才是全北京最好的中学，因此她们双方是长期的死对头，阶段性的好朋友。本次她们即将在排球场上赌上母校的荣誉，奋力一战。但是他们都非常谨慎地认为自己无法代表母校的体育水平，因此不敢挂上母校大名，而是起了两个仿佛被打过马赛克一样的队名。接下来为您隆重介绍双方出场球员：大附中队三号孙佳琪，12号赵一农，北京四队一号侯老爷，38号张姥姥。担任今天比赛裁判的是国家级排球裁判赵阳。谁才是今天球场的霸主？谁才能扛起为母校争光的大旗？你3秒钟时间把你支持的队伍打在公屏上。3、2、1，就在这样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今天的对决吧。向北京四队学习，向大附中队学习。鞠躬。你好，你好啊！你们俩要干嘛呀？还记得我们的赌注吗？输队结束以后要对着镜头说对方的学校是全北京最好的学校。绝对没有练习过认输的这句话，不会直接。还有第二点，输队要在这条视频发到微博上的当天艾特对方，说对方是了不起的运动员。来吧，咱怎么办？什么？有人跟我们放狠话。让他们赢。我们得知一个消息，就是大 G 这两天腿疼，所以今天晚上去把他腿搞更疼一点，是吧？来吧，一农，悠悠，走，赢了，耶！得分，一举战败北京四队。悠悠和一农，我觉得你们俩诚心的特意挑了一个我们俩最忙的一天的第二天要跟我们比试排球，今天晚上还会直播到12点，所以明天早上9点的排球比赛，如果我们赢了说我们很有天赋，输了的话是你们胜之不武。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看我的学霸老伴在干嘛。哎，咱明天就这么打。等会儿。北京四队必胜。回到比赛当天，裁判兼任教练对双方进行了临时抱佛脚型的赛前指导。试一下啊，走。嚯，可以。垫球是排球中最最基础的动作，在这一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大附中队的表现显然给北京四队带来了一些压力。非常好，来，来来来来来，可以呢，嘿。他们两个都是有控制的啊！你们俩竟然都控制球！怎么办，老伴儿？我告诉你，大力出奇迹，知道吗？我打不出界了，为什么强？传球呢，五指要张开，然后呢，手指要微屈，手腕往后翻一点。哎，对了，然后用手指触球，接的时候呢，咱们身体稍微下蹲一点啊，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我要抛起来以后啊，这个球能砸到我的脑门上啊。试一下啊，走。哎，很好，你看这球传起来了。对对对对，好，试一下啊，走，漂亮。哇塞，你们俩绝对可以。比如说咱们这个是下手发，如果要有可能咱们上手也可以发。下手发球呢成功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一般女同学我们先学的是下手发球，我们的手腕在击球的一瞬间，触球的一瞬间不能松，然后呢来击打球的靠近底部的位置，就这个位置，看准了球击打的一瞬间怎么样撤手就行。我觉得我会自己把自己的手打开。下手发球看似简单，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技术动作竟然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成为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呦妈呀，哎老伴儿，
咱俩能不能打一正点的球？啊！中国女排大家都知道，这郎平是吧？朱婷那都是什么呀？主攻手，掷地有声的是吧？落地开花的，都要通过什么呀？扣球这项技术。你看那日本队，虽然说个儿很矮，他也能扣过去。所以说扣球不在于身高多少，教练看了我。在于技术，那怎么才能把这个球发上力呢？首先是什么？转体，然后拉臂。转体拉臂以后呢，注意我们的手始终不能低于自己的头，有点像比如说这有一个蚊子，看啪，哎，对了，咱们能拍不打球吗？光打这个我打可好了。对对对，悠悠这个动作很好啊，很协调。哎，好的，跳，一定要在自己的前面。悠悠不错，你们已经相当快了，你们把我这一学期都学完了。哎，那为什么在呼吸啊？你还没给我跪一下。扑球那种前扑救球，就是说只要你重心低往前扑就可以，没问题。我肯定不会救球的，那球掉地上又没事儿。像这样的哪还有女排精神？球掉地上我肯定不会接的。前扑，那咱们在平时练习的当中呢，就是首先它有一个很顽强的拼搏的精神在那。排球的精神就是球不落地，我不放弃。啊，往前，往前出去。这个要领，重心一定要低，同时一定要什么呀？有速度。对，你没速度的话，你就摔在那儿了。哎，我觉得这不用选，你到时候救球的时候，你肯定就拍。救，你不是不救球吗？哎，就这意思。小张，来做一个示范。我发现我是个救球手。小张多示范两遍。干嘛呀？你想现在累死？口口声声说自己不会救球的张姥姥，却成为了前扑动作的示范标兵。哼，看来学霸说的我不复习都不可信。我被粘住了。一会儿我发出来的球你就这样接啊。你发那球都过不去，他人家扑半天没扑着。你是不是咱们播的？打房梁上，老师你这个房梁太贵了。哎呦，
吗？没在乎，黄牌要警告他一句。罚下场。让一龙，你只剩一个人了。真的令我们刮目相看，哇！掌握的非常棒。大鹏鸟，四只大鹏鸟，有一滴，有一滴，对，有一滴，有一滴，继续当友好的竞品。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北京四队还是很优秀的。咱们今天这个练习比赛最终的目的和目标是为了怎么样？对中国女排加油！加油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可见女排姑娘们她们能打成那样多厉害，所以加油。